紧凑巴士配列，三模无限 TDC 热门轴体，而且还要不贵。这款 RK 巴士啊，差不多是绝无仅有的存在。基于此前的三模无限板模具做了小幅升级调整，当然了，加注式的拆卸式边框啊依旧保留。像 Type C 接口、三模无线、热插拔这些主流配置啊，它都具备。外观上增加新的配色 ，PPD 二色键帽部分字体发糊啊依旧存在，稍微影响观感了。采用了 TTC 三款热门轴体金粉、快银以及月白轴，并且增加内置硅胶夹心垫，整体的手感素质啊，相比老款提升非常明显，不再只是买个套件的而已啊。另外，大件调教稍有提升，不过似乎并不是一定都好，像手上快银这一把，空格键就得自行调节一下，金粉这把要干脆很多，到手即用。最后就是补充了喜闻乐见的 RGB， 只是黑色定位版啊，整体的灯光亮度啊偏弱，以前买 RK 啊等于是买套件，现在啊成品拿来就有不错的体验，省去了折腾的功夫。